现在向您介绍360度这个全新的影片形态，让您了解它们的效果。您戴上眼镜之后，可以随时左右观望，向上、向下，甚至回头，让您能够亲自体验神奇的立体感。而这些在眼镜的世界里所看到的这一切，仿佛就在你的眼前。现在我们就借着这个360度 VR， 一起来到了南非开普敦。这里就是在几百年前欧洲移民种下了南非的第一棵葡萄树的地方。您好，我们新亚人在阳光充沛的南非，我是吴佩玉，我们新亚人在呼兹卡森下的酒庄。Constantia 这个在南非最古老的酒庄，在300多年前生产出第一批世界上的 Grand Cru 的葡萄酒。那也因为这里有漫长干燥的夏天，种植的葡萄长得非常好，果实非常的甜。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，这里历史上呢所产生的葡萄酒一直受到欧洲阳光公贵族的喜爱。那你看这里的葡萄呢，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一代又一代的农人守护着这片葡萄园，继续书写这里的葡萄酒的神话。